跨界呢，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呢，能够发挥自己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潜能。我以前学的舞蹈，所以这个唱歌当歌手的也是误打误撞成为一个歌手。那我以前的梦想就特别像做一个演员，那个现在也拍了电影，这边在演戏，这边在出唱片。加一些中国的自己一个特色的话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就同样的东西跟人去比的话，是没有一些更精彩、更特别的一些东西。所以加入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些风格啊，我觉得甚至在我的音乐里面，我也想去加一些中国风啊、中国元素啊等等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创意，我觉得是世界的。也希望家人也像这样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一些杂志啊，多多去给世界的人去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些时尚，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时尚，还有中国人现在一个生活态度。家人中国风，跨界风潮2011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哥。有自信的自己，准备好时间。